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 ，b 比 a 等于 c 比 b 等于 d 比 c 等于 a 比 d 呀、啊。好，那么他你求这个数值，我就令他这个比值叫做 k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得到哈 ，b 等于 ck，c 等于 bk，d 等于 ck，a 等于 dk 呀。哦，这边乘起来等于这边乘起来 ，a b c d a b c d 啊，乘起来就是 a b c d 啊，哎，奇怪，不太对，这里怎么两个 c 啊 ？b 比 a 才对啊 ，b 比 a 等于 c 比 b 等于 d 比 c 等于 a 比 d， 哦，我令它等于 k， 所以 b 的话等于 a k， 哦，这是对称的。好，那这样是 A B C D 啦，这 A B C D， 这乘起来的话哈，乘起来的话就是 A B C D 嘛 ，A B C D， 它会等于呢，这乘起来 ，A B C D 啊 ，K 四次方。好，那 A B C D 都不等于嘛，可以约掉，那我就想 K 四次方等于一，那 K 是实数嘛，所以 K。可以等于正一等于负一。好，第一种情况啊 ，k 等于一，那 k 如果等于一的话啊，那 b 等于 a，c 等于 b 等于 a，d 等于 c 等于 b 等于 a， 哦，那 d 也是等于 a， 就 a 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啊。那我通常把它代成 a 的话，那这个的话，这就零了，哦 ，a 跟 a 消掉，就 a。减 a 加 a 减 a， 那是 a 加 a 减 a 加 a， 这个等于零啊，哦，这是二分之呢，二 a 分之零，所以是等于零。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，就是 k 等于负一啊，那 k 如果等于负一的话 ，b 的话哦就等于呢负 a， 那 c 的话等于负 b 嘛，哦，那负 b 的话呢等于 a。哦，啊 ，d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 ？d 的话呢是等于负 a 呀、啊。哦 ，d 的话等于负 a 嘛 ，a 等于负 d 的话 ，d 就等于负 a。好，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以后的话 ，a 减掉 b 是负 a， 加 c，c 是 a， 减掉 d，d 是负 a、啊。然后这是 a， 加 b，b 是负 a， 减 c，c 是 a。它、啊、加 d 的话呢，也 d 是负 a 的，所以这个消掉，消掉的话哈，这两个就消掉，所以呢，哦不对啊，这是负的正，这没有消掉，这两个一样，那是负的正 ，a 四 a， 它除以多少？除以负二了，负二 a。所以是负二，零或者是负二。